传媒。大家好，我没有被告知我们要讲话，没关系。我今天来是非常非常高兴，看到很多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当然最高兴也看到 We Report 很精彩的走了三年，然后在各位这个前辈的领导下，我想未来还有更多这个精彩的这个报道会从 We Report 出来。那我今天来当然也是因为我认同 We Report 的一些精神价值、一些做法，然后也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能够科技时代。不会是风传媒总编辑打的。我不管别人不是。我想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 We Report 的一些说法，也希望说我们风传媒能够跟 We Report 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我跟肖正老师也有想过这个，我想在现代能够建构一个对的平台，让一些独立记者也好，或者一些优质的User generated content 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能够得到支持，或甚至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报酬，然后产生一个对的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风传媒也希望说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做一点点贡献。我知道 We Report 也跟其他很多的新媒体有一些联系，包括像观念评论网的一些好朋友。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新时代里面，我们这些独立的一些网站、独立的一些媒体，能够联合起来，能够把大家力量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整合，然后跟 We Report， 然后我们来一起共同来想说，怎么样是一个对的平台然后再玩出来一个新的这个新闻应该怎么样制作、怎么样传播，然后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支持，让这些好的东西能够延续下去。我也非常认同，就刚刚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起来努力，也希望 Report 能够更加的将来发扬光大。